接下来有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你有去过很多博物馆，对不对？网站有博物馆吗？哎，你有想过，比如说我们就业中心，你几年前的网站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现在网站一下就过去，而且技术是千变万化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有一个，这里有呢，有网站博物馆呢，李佳。那为什么要特别需要这个东西？因为我想各位应该有遇过一些情形，就是比如说，哎，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，那可能你就要去找一下那个网站那些资料。哎，你搜寻引擎在找的时候有没有查过？点进去搜寻结果，点进去网站不见了。那如果这个资料很多的，当然你可以去找别人。可是万一只是一家别无分店怎么办？比如说，哎，新闻上发生某某事件，然后那一家公司的网站可能就特别多人去看，你就进不去啊。好，或者甚至他就怎么样？如果是不好的，他就马上撤掉啊，都不 OK 啊。啊，你要找，你怎么样去处理？你看哦，我们在这边，如果你是一般的，不管是你用 Google 的，还是用这个 MSN 的，今天我在找这里。好，这里点进去，如果我这样点进去了，这个是现在正式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吧？好，那你看哦，这里有没有小小一点？记得小小的三角形，按一下，有没有叫页库存档？对，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点一下，他就告诉你他多久前有没有12月1号来过这里一次。所以你现在下面看到是12月1号的，啊，你了解吗？如果你时间比较短的，你可以透过这种叫页库存档去找到，因为有些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有可能点进去那网站就不见了，或者暂时无法连上都有可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急着要查资料，你就来页库存档找一下，这种救急用。但是如果比较长的时间，这里可能就不行了，因为 Google 一段时间就会来嘛，就会清掉了。那待多久会来一次？要看你网站更新的频率。有的网站从来都不更新的，那他就不用太常来，他搞不好半年、一年来一次就好了。可是很多新闻网站每天都更新，他是要常常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更新频率看网站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？比较久的怎么办？往下走，往下走。其实呢，有人真的就是帮我们在做这一块。那这一块呢，它这个网站除了做网站以外，网站的收集以外，包括什么图片、声音、游戏。你看以前可能我们小时候玩过一些那种 PS2 啊，还是什么 Sony 的啊，小那个叫什么超级马里奥啊，那种小的，哎，很多游戏它也帮你留着。所以蛮特殊的。那你进来呢，我们就进到这边来。你看，我把它点进去。好，点进去之后呢，你就来告诉他，哎，我用新的分页打开啊。好，我们就把刚刚大家的这个网址，我把它复制起来，复制起来，然后呢，到这里，好，点到这个网站进去。好，这里我先关掉哈。那你只要把你的网址贴进去就好了。我把它贴进，我就请他帮我看一下这个网站有没有收入。哦，在这边。哎，没有收入吗？啊，真的没有呢。差嘛，咱无收入不要紧。那我点一下，我们进到那个发展组的哈，我们不要进就业中心，我们就直接进到这边好了。这里，这里是我们云嘉南分组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找这边的。哎，刚又断了，所以有可能是网路的。哎，有出来，这个有，你看。这个网站是什么时候换的？2014年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好，看到的。那你往下走，
有没有有的日历上有圈圈的，就是他有帮你收入了，我就回到2014年可以吗？各位最早的2月22号，哇，你敢记咱2月22号迄当阵网站成就上面看？无可能，无可能知影对吧吼？所以我就把它点进去。你看，以前云嘉南分署谁做安尼呢？没有玩假的哦，有没有？那时候的公告在这里哦，有看到的对不对？所以有些资料我不敢讲，它全部都收录，但是有些资料你看，我把它点进去，真的还在。下面这些征才活动，有没有资料都还在？所以你要查以前的资料，有没有可能透过这样不小心找到？真的有，我跟各位讲一个比较夸张的，我上去去某某高商，找到他们以前的网站的时候，现场笑成一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上面写某某老师结婚的那个讯息有公告他们网站上，结果那个老师在现场，跟秀戏一样。哎呀，他说怎么那个资讯还在？哦，啊，你就觉得很好玩啊。哎，原来真的有人帮我们收集这一些。不过老实讲啊，这边如果有个资问题，也就是被收录进去了。所以你应该就知道，网络上的东西，只要你一公开了，要就收不回来了。可能就是这样被分，可能就传到很多地方去。好，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网站也有博物馆。哎，就是像这样子哈。那当然这种网站他们就需要很多的什么经费啊，去维护嘛，因为收集，他以前是收集比较勤劳，但因为现在你刚刚看到那些画面，都是他希望要不要赞助一下，要赞助一下，哦，这样子，这样了解了吗？那么我们刚刚看是网站，如果你想要看一些游戏啦，有没有程式啦，这里就有软体的、照片的、老的音乐、老的影片、老的书籍、文字，有没有都有？我们只是不过是用了其中一个网站而已，按你了解吼，哎，这个跟大家分享。